らの村にも大豆ができました。これで村を救える。やったね、やったね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绿贝的中津。今天这里有黄豆，黄豆是红豆跟绿豆的红绿灯三兄弟的其中一个。所以啊，对，今天要做豆浆，不太需要自己做豆浆，但是还是大家喜欢自己做菜。豆浆店的饮料也应该很安全，但是自己做的话很放心的给小朋友喝，所以今天要做豆浆哦。好，那我要开始做豆浆。これで村を助けられる。好，今天用到的材料是很简单，今天我用100克的黄豆，这个已经泡过水，泡大概一个晚上到半天就好了。然后你看这个蓬起来的，蓬起来的话就好了。然后做法是很简单，今天用是100克，但是你想用的话200、300克都可以。那我要用这个黄豆做看看。然后自己做豆浆的好处是也可以做出来豆腐渣，日本的话超市容易买得到，但是在台湾从来没看过豆腐渣。台湾好像没有豆腐渣的料理耶。豆浆店那么多，但是豆腐渣从来没看过，但是我很喜欢豆腐渣，所以只能自己做。好，那用食物调理机，没有食物调理机的话真的需要买。然后刚刚的黄豆，黄豆这个要放进去。果汁机可以用吗？果汁机也可以，有些果汁机是硬的材料不难，所以看说明书可以的话就可以，但是泡过水，所以黄豆已经很软，所以果汁机也当然可以。然后这个要把油躲起来了。好了，就做成这样，已经豆浆了。但是这个还没做好，看起来已经豆浆了。已经看起来很像豆浆。然后今天要蒸15分钟，所以大概200米啊，不是200血。然后刚刚的黄豆这个要放进去。因为直接盖起来的话里面太热，豆浆觉得やばい，所以要打开。但是如果你家里没有筷子的话，这样斜斜的也可以啊，盖起来了，这样斜斜的也可以，这样就好了。按一下，等10分钟。大同电锅这个声音蛮疗愈的，咚咚咚的声音。この中に爆弾がある。也是哈，很像。蒸好了豆浆，那我要打开，忘记来了，不有豆浆的袋子，这个是五金行啊，烘焙店、材料店就买得到。这个是台湾的，所以应该哪里都买得到。刚刚的豆浆的部分，这个要放进去。好了。然后这个要挤出来，这个这样转，要转，你瞧怎么样？出来，生命的水，哦，豆浆出来，怎么样？出来很多的豆浆，还会出来很多，做好了。豆浆怎么样？看起来很浓的豆浆。好，那我要试喝看看。村長見てくれよ。できたよ、俺たちの命の水がよ。村長。做好了我们的豆浆。我感觉好久没有喝豆浆呢。对啊。很简单。好，那。哦，豆浆。很浓的豆浆的味道。哦，天啊，黄豆的味道好浓。
好喝耶。对啊，蛮好喝的，做给小朋友喝应该也很健康。小朋友的话可能加糖比较愿意喝，因为真的黄豆的味道超浓。好的，还有这个做护照超多的，超多。这个是换袋子后拿去冷冻库，大概两个礼拜可以保存。这个做成小菜或是放在汉堡里面也很适合，所以你也可以做看看。台湾真的我没看过哎，可是日本蛮常有它的小菜，所以做豆浆就是你可以喝到豆浆，然后还可以获得豆腐渣。那如果你家里有很多的黄豆用不完的话，就可以做这个豆浆哦。好，那今天到这里，拜拜。